想选择他的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太尴尬了，蔡卓宜要是来妈妈，我怕她死亡。我就不害她了，好吧，我就不娶了。其实我，哎呀，我其实我想，但我怕她不选我。然后呢？这个刘雨欣，你就别这样。我觉得他不会选这个歌，可能。刚蔡卓宜是不是站起来了？选《十面埋伏》的时候。对，他既然想来这儿，你不如选他一下。选他。我怕身高，而且那个舞很难呢。他是 vocal 哎。我也可以唱。他想来这个舞，他 rap。我怕身高，我选对吧？要不然没有人选，多可怜。哇，好感动。目前只有一组选择了你，现在请直接去到你的训练生队伍。不要再笑了，走吧，死就死，选择哪首就哪首，再想啊，别想啊。去吧，来啦，蔡卓宜，快点，别浪费时间，快点，别浪费时间，快来，蔡卓宜，太轻松，记得那个内增高多垫一垫啊，内增高垫个3层左右。哎，这个舞蹈难度系数有点大，我知道，我会用力去拼的，会帮你的。